们这儿资质证件都齐吗？都齐是吧？啊，各方面不能有什么违规的地方吧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啊，也就是说每个月工资什么都正常发放是吧？是正常发放。啊，你入职多久了？入职两年。入职两年是吧？各方面的福利待遇也都有是吧？啊，对。工资都齐全。啊，我是隔壁公司的，你考不考虑换个工作？多少钱？五块。五块。带钱了吗？没有，我都没拿钱，我也没拿。我给他了，走，走，走。你看我的，你看我咋吓唬他啊？这真有意思，出来还问交停车费，没交过。请窗口交费，先生。上班时间吃鸡爪子是吧？还玩手机？你是谁呀？啊，我谁呀？我是你们纪律委员会。你们班谁？我。收起来。Next。上面305开会说上班时间这个作风问题、纪律问题。你这小姑娘，你说你也不瘦，你说你是吃这玩意儿，这垃圾食品，这不把人吃坏了吗？我啊！我刚来的，没收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刚来的，你们干啥？你们留队。干啥？制服呢？制服这儿呢。你把到你家了吧？手机啊，这都我不给你们收了啊！赶紧给我收起来啊！可乐给我拿来，没收。少喝点什么玩意儿？你喝点矿泉水啥的。还有，告诉你，微笑服务。对，好好笑，微笑服务。刚才来这嘎、啊，我如果说我体验一下子，你连笑都不笑，胸牌给我带好了都啊。把闸给我开开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不处理你了啊，念你初犯，就当我没来过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不逗你了，你别给我声张啊。啊好，好的，那慢走。闸开开吧。呵呵呵，都牛逼呀，走了，可以呀、啊，别声张啊，又省5块钱。Later， 这谁摆的摊儿？老板人来，谁让你们摆这儿的？干啥的？我干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拿50块钱券。啊，破券是吧？是。你别信。Next， 谁让你把车停这里的？我说谁让你把车停这里的？马路的。啊？我都不是他都不能停。我这里停了没人管吗？啊，没人管是吧？有人管，你那个。哦，要是没人管的话，我把我车也搞过来。我卖袜子的，可以。我以为你说那是城管。啊，不是，我卖袜子，你可以把。吓我一跳。Later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嗯。啊，上班时间提裤子。裤子掉了。裤子掉了，犄角啥的，不能提吗？这么多人，这么多顾客。那谁啊？我谁能跟你这么说话啊？谁能跟你这么说话？我也没见过你。没事，头发长过来。你叫啥？刘洋。管子边的。你叫啥？刘洋。大点声。刘洋。大点声。刘洋。干活吧，明儿我来查你啊。Next。 怎么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啊？你们怎么都聚在一起啊？这里的那边拉了横幅了，你们没看到吗？不能聚集在一起，不能扎堆啊，人家口罩都没戴。哦，我也挺长，是个一线不顺序。那边横幅都拉了，不能聚集在一起，不能扎堆。口罩戴一个。哦，没注意。啊，回家做饭，回家做饭。都散了啊。好嘞。散着，回家做饭去。来，走了。现在非常时期，知道吧？哦。谢谢。哦，也是为你们好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来跟我一起喊，反安办疫情，人人有责。嗯，三。哦。嗯。好，回家做饭啊。啊，谢谢。好。Foremost。你再听下来。咋对？你这脚干的可不对啊。这脚条就是这身口味没问题啊。人家脚都是翻的，谁让你给他干上院来？这都是人家公司就是这身规定的。公司规定也不中，这种必须裁掉，罚工。这是学校必须用这院的，要是翻的恐吓孩子们胖子。你别给我讲那么理由，这是烂事啊。这个你是干啥？我老师你了呀。
你干的绝对不对。你拉水泥的，你懂你个蛋！我让你多大的官来？拉水泥派一般的泄水泥去，净给他耽搁我的事儿。Next， 告诉你们一共几个人？谁搞的？啊，就你俩呗，是不？对。还谁啊？有什么事情吗？还有你俩给我等着啊！我去给你买红牛喝，那个挺不容易的。没事没事，你们等我啊！啊，一人点啊！别这么，别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你给我拿了。行行，大哥，你打扰，你快点快，我扶你了，不会。快点的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看这不是，拿拿拿啊！没事没事，我给你放到了啊！你俩一人一个啊，要不一人俩。Foremost， 那这摆摊呢？啊什么啊！你们在这摆摊没人管的吗？啊啊！今天才来，不知道。不知道你们就敢在这里摆摊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赶紧走。不是你们走什么走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里没人管的话，我跟他也可以过来摆摊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俩是隔壁厂的保安，对吧？想过来改善一下生活嘛，对吧 ？Later。你们这里证件齐不齐全？齐全，我们证件都齐全的。那你们这里给不给员工放假？放这个肯定放的，我们不强制员工加班的，然后国家怎么规定怎么放就怎么放的了。那行，你们老板呢？我就是啊，怎么？没有，就是有个项目想跟你们合作一下。什么什么项目啊？就是有没有兴趣做我老板啊？你别笑，啊、你找工作的？嗯、没兴趣，滚。Next。新开店吧？啊，对，刚开的，刚开不长时间。手续啥都全吗？都全，我这工商、税务、卫生都有。啊，咋的哥？咱是哪个部门的？我自我介绍一下子啊。啊，我是咱们食品无用外包装管理协会的副会长，我姓李，这是我证件啊。啊，你好，李会长。啊，你好。你这块儿你有点不像话了吧？咋的了？我这刚开都整不太明白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照一地皮片的，干啥呀？这是啊？哎、烂糟的。这刚开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处理，马上处理。不用你处理了。那个啥，我们协会 啊会对你们这些无用外包装进行统一的集中分类处理啊，而且按照国际行情对你们进行相应的补偿啊。那我听明白了，你就是收拾格子的呗。你说那是我们前身啊，就这一嘎妞给你4块钱。那你这啥计量方法呀？这是雇墩吗？那嘎妞是啥呀？就这一对一块，卖不卖吧？啊，卖拿走吧。行，你那么的啊，你先记着，完以后过后让我秘书给你送钱来啊。你这小子，这4块钱他赊我的，这样的 next 在这儿聊挺开心呗。刚才有俩 foremost 上班的娘子弄啥的，出去给我出去。看你俩板鞋了，刷手机有刷手机，把五马唱响的喷开了，1234211的，1234567的。哎呦你妈的！后头的孩子弄啥呢？后头的孩子，你报废我就睡了，我先问后头的孩子弄啥的。搞啥活动呢？在公司搞了啥活动？明天？那明天不国庆节了吗？然后凭小票在那商场里边可以免费抽盲盒，然后还有就是拍抖音哈，可以免费领鲜花一大扎。中，活动内容起的不错。认识我不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认识都对了，我们啥都拍了。来突击检查了。喝酒上头的人。Later。来吃饭吗？车辆乱停乱放，你没看到吗？那是乱放啊！这些车辆你不会指挥好停一下吗？我刚在吃饭的过来啊。刚吃饭过来吗？啊、那个垃圾，你看看那个垃圾乱到了，你也不会说一下？我在车上，我在家忘了，我要说呢，要说呢啊！我们你要说的吗？都说，都说，都说。那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你刚才这里干嘛呢 ？Next， 哎，进去一个人，你认识吗？就给放进去了。我问他了。你问他了，那行吗？好了，我不出来了吗？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明天不用来了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是做理发。做理发，你做门卫干嘛呢？做门卫，搁这休息一会儿。你休息会儿，做门卫休息啊？你明天也不用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说了，你还在这看手机呢，是不是闹错了？知错就改就行，知道吗？你这工作态度不行，好吧？你知道错了吗？知道。知道错了还坐着呀？好嘞，坐吧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好嘞。没给。啊。Next。老板好，咱们几位呀？就是饭吃过不啦？吃
过了。吃过了是吧？哦，今天生意怎么样了？今天生意很好的。哦，那你把员工叫出来，我给你们培训一下。嗯，好的。啊，叫出来。哦，人都到齐了是吧？哦，都到齐了。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就是对于啊我们来吃饭的人，长得好看的，或者呢长得帅的，我们要叫他呢帅哥或者美女，没问题吧 ？Later。啊。哦，长得一般的，我们要叫他先生或者女士。特别难看的，还有特别丑的，我们才称呼他为老板。刚才叫我老板的是哪一个了？是你是吧？待会我们结束了加个微信啊，到我办公室来，到时候晚上稍微聊一下啊。啊？喂，什么？你是这里老板娘？那你说呢？你在干嘛呢？我不好意思，我路过的，把你们人叫出来，就是我做好人好事嘛，给你们培训。就是办公室在你们对面的，就是那个地方。就是我那边做保安的，就每天看你们这里生意很好嘛，所以这里经常来闲逛的，平常也吃不起。再见啊。